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德致力于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包括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此系可持续安全架构的必要基础，应得到尊重。中德鼓励和支持为在乌克兰达成和平、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愿就举办瑞士高级别会议。 以及未来其他相关国际和会继续保持密切积极沟通。中德共同呼吁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反对攻击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妥善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为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做出贡献，不能阻碍粮食生产和出口。 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尽早相互释放战俘，并尊重战俘的基本权利。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中德对加沙地带人员严峻的人道形势及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感到担忧。中德共同呼吁，保证加沙地带无障碍、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准入。 支持联合国及其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人道救援方面发挥协调作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落实两国方案，认为此系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持久安全与和平的唯一选择。依据国际法，共同维护贸易航行安全。 尤其是在红海水域。现在在香港特别设立的提问，4月15日，英国政府发布。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落实习近平主席同三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印尼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方愿同三国及地区国家一道，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和平安宁，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方呼吁各方停火止战，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避免事态升级。 王毅外长在通话中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馆舍的遇袭事件，认为这一事件严重违反国际法，不可接受。中方注意到伊朗表示伊方采取的行动是有限度的，是对馆舍遇袭事件行使自卫权，赞赏伊方强调不针对地区国家和周边邻国。 并且重申继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在维护伊方主权和尊严的同时，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王毅外长说：“当前局势是加沙冲突升级的外溢效应，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在加沙实现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防止人道灾难进一步加剧。” 中方愿同伊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英方的所谓报告罔顾事实、颠倒是非，粗暴地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在会见中，双方按照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和近期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推进中美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沟通，就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和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继续落实好旧金山愿景，保持各层级交往，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去年十一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时，重新确认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关键政治引领。日方的有关文件沿袭了抹黑指责中国的陈词滥调，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无理地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挑动和制造阵营对抗，真正将战略互惠关系定位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遵循，朝着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一目标做出不懈努力。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